我要加持你的时候啊，我一定要观想虚空中的本尊进到我的身中，我变成本尊才给你们加持，才给你们摸点的。我一定要观想瑶池金母进到我的心中，观想阿弥陀佛进到我的心中，观想地藏王菩萨进到我的心中，然后才给大家摩顶跟加持的。所以加持是来自于虚空的，不是我给你摩顶，而是本尊给你摩顶。